得过勋章，你退伍了、啊、跟你一样啊，怎么成了要饭的？你们也会的。我说别悲观，朋友，来支快活的曲子。今天不复返，荣誉不复返，今天不复返，光阴不复返，要快活的，听见没有？那我可没别的曲子了，那你干脆就别唱。哎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，宾巴克？怎么能这样？给我来口，我渴了。再买个摇把儿，快走吧。省点钱吧，留条后路，趁早买台手摇风琴吧。老兵说的不错，我们也无处安身，鞋都快磨穿了，肚子也快饿瘪了。嗨，不抢，你有火吗？嗨，我说不抢，你有火吗？你叫谁不抢？你叫潘克拉，可不抢这个名儿更顺口。哎，借个火行吗？嗯。我俩兄弟来过吗？嗯。啊，这没关系，他们会来的。你要抽烟吗？嗯。啊，我可不能抽烟。真想喝咖啡。会有的，还要来点酒吗？你开玩笑？这玩笑不好吗？哦。喝吧，里面搁酒了。还掺上酒，真棒。
想吃点什么？面包、蛋糕、水果布丁，还是三明治？布丁。冰不啦，样不啦，不啦不啦不啦，冰不啦。喂，瞧，布丁来了。真棒、啊、看见人快活我也就快活了，人的笑声比音乐还动听，欢乐的笑声会使你心花怒放。能像你这样放声大笑的人准是个善良的大好人。好嘛，得把他们叫醒。啊，别去叫，就让他们睡着吧。给你这个，拿着吧。哎，快来接着。等等。还合适吗？小点儿。啊，等等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我怎么看不见你呀、啊？嗨，别着急。正合适。好，你就带着吧，给你了。我再见了。我俩兄弟要是来了，你就告诉他我在鼻子树底下等他们。在哪儿？不是有枣树、无花果树吗？我说的是鼻子树，不在鼻子树底下还会在哪儿呢？他们都知道。你唱的真好听，伙计。哟哟哟，瞧你说的，你这么夸我，该有赏。接着，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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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里头有多少？多的没底，你喜欢吗？谁不喜欢钱呢？我呀。接着，送给你了，什么？看。可你没钱怎么行呢？起码手头要留一点，我倒给你。来玩有关系没关系，好吗？好，开始吧，有关系没关系。好吧。听见塞瓦克，要是我的哥哥来这儿找我，或者是我弟弟来这儿找我，或者是他们都来找我，请你告诉他们，就说我在那棵鼻子树底下等他们。哟哟哟！哈哈哈哈哈！何日の何日の雨で。什么事儿啊，小矮子？哦，要我吹火？不用说我也知道，你这个小矮子是不是又聋又哑？你会听不会说？啊？
火快灭了，得添柴火。嗯，干柴火。可这儿没有干柴火。行了，够烧了。这玩意儿还真怪有用的。嗯，还你，你意思归我了啊？谢谢，再见，小矮子。爱吃果子面包啊。起来吧。哎，你们该吃早点了。果子面包怎么样，够吃吗？哪来的？好吧，伙计们，听我说，我碰见了一个。哎哎哎，你们听我说，我碰见个矮子，比这个还要矮。留一头长长的卷发。才不是呢，叼着根雪茄烟。才不是呢。嗯，那不是同一个。你们瞧。我说咱们呢，别在这耗时间了，出去逛逛吧。走着去。我看看是乘马车。也，请吧。啊，上车吧，尊贵的先生们。啊，真是好马，你这一招真绝呀！四匹全是两种马，配上全套的软垫，哎，棒极了！哈哈。这有点不大对劲儿啊。这事儿要是换了我，就让马车停路上。好吧，我这可是头一回用啊，也没个说明书。等等，啊！鞭子那么一甩，咱们就可以上路了。哎，别胡扯，怎么能自己赶车？哦，你叫什么，伙计？随你的便吧，先生。嗯，就叫迈克，走吧。不，叫他汉斯，德国人爱干净。走吧，汉斯。
妙极了。我们上哪儿啊？我想去钓鱼。还是各处去逛逛，先逛他个五六年再说吧。你们看呢？那不行，作为士兵应该先去看看当年的战场。去战场干嘛不去钓鱼？你是个兵，你别忘了我们已经不是兵了，都退伍了。既然退伍了还是去钓鱼？退伍不是理由，走吧，去战场。就这儿停下来。这儿当年是战场。先生，你要把我的马怎么样啊？你们听着，他们那边有十个土耳其人，哈哈，我这边有五个兵，还有个文书，就是他们，哈，土耳其人挺得意。先生，这马是我的，这地也是我的。快滚开，这儿就要打仗了。Povidam mam da disassetto。 说宾巴克，换个地方吧，他都种上了。我不换，这儿就是我的战场，战争就要爆发了，你快滚开。让你们看看我指挥的多么出色，等着瞧吧，土耳其人。可这是麦地，这是战场，什么麦地不麦地的，你快点给我滚开吧。这回我叫你看看我的厉害。你们等着瞧吧，我现在要挑选出20名壮汉去攻打他们。长官，长官，我可以走了吗？不，这辉煌的战役必须载入史册。哈哈哈哈，现在准备战斗，准备射击。别打了，把孩子们都吓坏了。我才不管呢，开火。走吧孩子们，快走快走。成肉酱，勇士们，靠他们投降了。投降了，投降了，你还要去打他们？你不害臊吗？你给我下来吧。你们等着瞧吧，你们会倒霉的，等着瞧吧。朕糟透了，刚才要是听了我的话，去各处逛逛要好得多。那你我就在这儿好好逛逛吧，这儿有稻草，还有三只耗子。嗯，我本来想去钓鱼，都是你好打仗，你这蠢驴。那你穿军装干嘛？可不是嘛，那你就变几套便服吧。哎，我穿了一辈子军装了，脑子里想不出便服有些什么式样。那些蠢驴，你们等着瞧，我有这个秘密武器，什么事情都能办到，我要拯救全世界。
我要建立一支庞大的军队，包括海军，在陆地上、海洋上，我要建立新的法律和秩序。他疯了。用武力来拯救世界，这后果简直太可怕了。他疯得够厉害的，怎么能治好他呢？让他结婚。玄阶，是啊。嗯，这叫以毒攻毒。找个什么样的新娘呢？给他找个漂亮的坏女人。宾巴克要主宰全世界了，给他找的老婆起码得是一位公主。那给他找个公主，等他娶了老婆，老婆会治他的，再不会有这种傻念头了。哎，你要结婚了，弄醒他。哎，你要结婚了啊？这会儿这儿跟谁呀？咱们先离开这儿再说。有法子吗？啊，没有。好吧，还是让我来想想办法。带开他。哎，把他掰开。哦，我试试。我也是这个意思啊，可太顺当了，没味儿。得了，让他去吧，走吧。怎么了？雪橇碰上吗？是啊，碰上了。这会儿就来辆马车是够忙的啊。哦，啊，哎，那啊，哎，
嘴。有香烟吗？要什么牌的？骆驼牌的。我烧了，你还有没有啊？好啊，也没烧了，还有吗？我说你有完没完呢？全给你了，把栏杆打开。哦，别放官，这是你画的。想买吗？他是谁？不是瞎呢？他眼睛当真分得这么开？比这还开呢。漂亮的坏女人。她住哪儿？怎么找她？在哪儿可以结婚？想打听她，她是公主。给3块金币吧。哎。还有呢，去找他，走吧，走。一个赶车的，有4匹马。哦，他帽子底下还有香烟啊。骆驼牌的。好，再见。咦，欢迎大家光临。我叫苏普。你们一定会在我这儿包个房间的，本城旅馆独此一家，只好住这儿了。这儿干净吗？哎，我这儿规格齐全，3等有臭虫，2等没臭虫，1等没臭虫有一架，就住1等的。艾达，去搬行李。请您脱帽吧，仁慈的先生。帝国风俗，初次光临这儿的客人必须要脱帽。骗子，坦克拉克。他们没有行李，他们没有行李。你看看，这是什么？这什么？这是这什么？这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你不看看这是什么？对不起，这个艾德是个拍苍蝇的，就像是英国人说的，是一个小打杂的。请进，请进，请进。喂，喂，国王陛下，我是苏普，就是我。对，对，我亲自为他们举行欢迎会。我亲爱的手啊腿呀、啊，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吗？在旅行啊。给我喝这种茶。但愿公主在家。嗯。但愿这附近有钓鱼的小河。
客人特邀请各位共进午餐。哦哦，欢迎尊贵的客人，带来些什么？那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野外炊具，这份礼物送给军队。哦，哈哈哈，太有用了，这儿经常打仗。这个罩嘞，是捞子弹用的。哦，这是捞子弹用的，太有用了啊！去参观印刷厂吧。好的。我的新闻大臣会向你们介绍这儿的情况。我们按国际形势制定生产方针，把铅字铸成子弹，给先生们看看子弹还有炮弹，或者把炮弹铸成铅字。现在铸什么？一是把炮弹铸成铅字，当前国际形势有利于读书。以我看呢，书读得越多越不会打仗啊。对了，你呢？没带礼物吗？是的，陛下，可是给你美丽的女儿带了点玻璃。哦，给不上她的，你真狡猾呀，看来你是别有用心。陛下，我见过她的画像，真想亲眼见见她那美丽的容貌。哎呀，我真受不了了，没完没了的。通生，你再打打看。别激动，别激动。好了，哎呀，请吧。这个笨蛋，你别生气，他们就是干这行的。这些人是我的祖先，请看，这是我的祖父，曾祖父，我曾外公，我曾祖母，我曾外婆，这是奥德里奇，
我妻子不占呢？比我想象的还要美。当然，当然，这还用你说吗？见鬼，太美了！见到你们很高兴。请吧。对了，这位先生，送你一件礼物，快拿出来吧。嗯，是金的，是银的，还是宝石的？珍珠项链。珍珠项链，我们还没有珍珠项链。替我扣上吧，男人们都爱替我扣项链，真有意思。真是怪事，王后像老巫婆，国王是个窝囊废，倒生了个美人。嗯，我真没有想到，我的三个女儿都挺美。大女儿她嫁给了比卡的国王，二女儿成了维也纳银行家夫人，现在就看谁能娶布莎娜了。求婚的人必须是最有钱的财主，他得使我国库里堆满金子。我拿琴换你的钱袋。嗯，苍蝇真多呀，怪蜘蛛太懒。你们国家挺穷啊。怪老百姓太懒。你的牙齿真可爱，公主。你眼睛分得这么开，你眼睛里含着烈火。我是军人，眼睛反射着战火。那你呢？我会做饭。啊，公主，你大概也想知道我。等等别。你们两个真是让我快活。嗯嗯嗯嗯啊，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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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该我了。不莎娜他就等着出嫁了。可我说了，求婚的人得生性老实，还得有很多的钱。把你的钱袋给我。没门。说悄悄话。嗯，多不礼貌，我可要生气了。公主，请你看这个。哦，要多少都有，这有什么了不起？我想要士兵来了。哈，我要佣人来了。哈，我还要理发师，我要理发师。这没问题。哦哦，嗯，这玩意儿也不赖啊。不是安娜，这竖琴和那钱袋到底哪样好呢？他们两个当中该选哪一个呢？可真伤脑筋呢。我要求婚，陛下。我也要求婚。钱袋、竖琴这两样我都要。
你说的对，对呀，对呀。酒能够使人变得聪明，我们好好的干一杯。古人说得好，酒内存真理，不过那些真理总是沉在杯底下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好朋友，要从背后捅刀子？我看你就干脆趴着让他去捅。昨天晚上醉成那样，让人拖回来也不怕丢人现眼。你知道他干了些什么？啊？向公主求婚，你信吗？有什么不信的？说好让我结婚的。当时你拉着后着。怎么变会给他弹出一个新娘来？会跟布莎娜一样美吗？还用问？那给我弹一个，快弹。这会儿。嗯，怎么回事？嗯，快付账吧，衣架费、镜子费，还有灯火费，一共是25金币，外加阳光费，加起来总共30金币。走之前会付清的，出去。不不不不不，我们这儿每天都得结账。小气鬼。你急什么？嘿，嗯，那好吧。哎，过来，瞧这儿，骆驼牌的显赖账，香烟我没收了，行李也没收了。东西我全没收了，你们这些无赖，衣服也没收了，你们这些穷鬼还想住高级旅馆，见鬼！这该死的门，见过这种顾客。你识不识字啊？可是我念不快啊。别念了，赶快闪开吧。扔扔扔，快扔啊，扔。这儿的人可真有教养，一会儿欢迎，一会儿扔石子儿，上次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。这玩意儿怎么不灵啊？他们早就把你的宝贝偷走了，你手里那个是金。你来帮我一下。好好待着，等着我回来。好，来。人呢？在哪儿？人呢？一楼一号房间。啊，跟上，跟上，跟我来，快点。
这哪像个旅馆啊？预备，炸呀！你们跑不了了，人呢？人呢？哪儿去了？他们在哪儿？在哪儿？从窗口爬出去了，你们跑不了。别出声，快听，抓住了，一会儿就出来，这下可有热闹看了。闪开，闪开，好好招待他们，就这样招待。快点，快，快跑！这样，这样，美人儿也会做贼？哪儿进来的？那儿要想进来还不容易。你不是扫烟囱的，我认识你，三个里头你最老。昨天你没理我，好吧，把钱袋交出来，要不我就去告诉大家。姑娘，我有顶帽子，想要什么他就会给你什么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可你得把钱袋还给我。哦，他什么都能变吗？除了人和钱，什么都能变。那么爱情呢？这个不行。知道为什么不理你吗？因为我喜欢你，只喜欢你一个人，所以我想，我要不理你，你一定会伤心的，你就会来找我。你果然来了。你这个坏女人，坏女人。卫兵，快抓住他。救命啊，救命啊，救命啊。可逮住你了。Natáhneme ho na skřipec. Dáme mu španěl. 给他上大刑，给锅火炉来烤他，让德国耗子啃他的屁股。抓住他，抓住他，你们快上啊，上啊。上来呀，你们这些蠢驴。一群笨蛋，快点爬，快点爬呀。我从屋顶过来的，我的钱袋在哪儿？钱袋呢？我的竖琴呢？别提了，帽子也没了。走，哎，等等。快走。去那儿。走，好。
上肥。嗯，好吧，那快去吧。你真叫我失望，太失望了，那些骗子实在太狡猾了。他们会报复的，会再搞到什么宝贝回来报复。我要给他们判处死刑，就这么办。看到了没有？什么？看到了？让我看。请陛下往那儿看，仔细看看。好极了，快派骑兵去追啊。遵命，我要去通知边防站，截住他们。放。怎么搞的？没人接呀、啊？你去想吧。我忙着呢。哎，快跑快跑快跑快快快快快快快Ti previte! Okamžite zvedni telefon! Jambo! Jambo! 快快！一支动物去去干净吗？杯咖啡，要掺酒的。嗯，啊，给你些马屎，没钱。臭要饭的，没钱还想喝掺酒的咖啡啊？我们没钱可不是要饭的，啊？啊？这些是用鲜血换来的，拿钱也买不到。这什么？啊？尽是些旧勋章，想拿这换酒喝、那可不成，他们一钱不值。是、他们可不能用钱来比，这是忠心报国勋章、勇敢勋章、荣誉勋章，这是哪儿去了？你们瞧，这是十字勋章。这些能换一堆臭狗屎。
我卖幅画，就这幅。开价吧，三盘汤，三片面包，给他们，老板。喝汤不吉利，有口汤喝就不错了。喝了汤会遭灾的，怎么办？你说怎么办？去找矮子，兴许他们还会救我们。哪儿去找呢？鼻子树底下，他们准在那儿。嗯，是啊，说说容易，可这鼻子树是什么样的呢？谁知道啊，准是个怪模样。就招呼一声啊，找吧。会不会就是那棵鼻子树？不对，是苹果树。鼻子就长了。鼻子又缩回去了，怎么回事？哎呀，真够瘦的。瞧，是梨。
有了，瞧瞧嘛，瞧你那丑样啊，瞧你也够丑的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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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懂了，那些小矮子他们可真聪明啊。这是什么苹果？不是王族血统的人吃了就死，王族血统的人吃了会更美丽。哪一个？我的不善呢，比天仙还要美，给他买几个，多少钱？跟钻石一个价钱。啊，见鬼。啊，你有执照吗？你这头黑驴。没有，这是要罚款的，知道吗？不，要多少价你得罚双倍的钱，懂吗？得罚你开价要的双倍的钱。还有吗？没了。好，这些苹果我全部没收。我说您，给你，我的孩子，这是珍奇的王族苹果。我去洗澡，待会儿来看你。Sama se budeš divit, co je to za jablíčka. 嗯，妈妈的苹果呀，酸得掉牙；爸爸的苹果呀，甜的呀。什么事儿？不好了，出事了，陛下！出事了，不是很正常吗？要不然历史怎么写？可是这件事不大对劲儿啊，好像有什么东西从公主的窗口里爬出来了。少见多怪，她吃了那些苹果会变得比原来更美，求婚的人会像常青藤缠在窗口。爸爸，爸爸，宝贝，那可不像是常青藤，也不像是来求婚的，倒像是一条蛇。一条蛇。陛下，陛下，
这太可怕了！哎呀，别让蛇溜了，让我围好毛巾。可那不是蛇，是他的鼻子。他的鼻子？啊！我的天哪！哦，我的天哪！这是什么呀？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哎，那儿那儿来的！哦哦哦！啊啊啊！啊啊啊啊喂，是，是，是，好，已经爬到边防站了。多拉西尔纳切尼茨。对不起，不，不，他已经爬出边界了，已经越过我国边界线了。哦，太惨了。那我们就定今天为国丧日，让全国百姓为此哀悼吧。快点把窗关上，不然都得着凉。不，你千万别关窗，我的鼻子在外头。电报说，公主那高贵的鼻子正在蜿蜒爬向，哒滴哒哒，滴滴滴滴，爬向维也纳。她准是去那儿的游乐场，她闻出那儿好玩，可别卷进个大转车，快给维也纳挂个电话。我叫你到我家来。这会儿他大概正在访问卡拉维发里的温泉。我的好女儿，你的鼻子代替你周游世界了。嘿，瞧啊，那是什么呀？别吐出来，那是补的。卡洛维发里的矿泉水那是最高级的。你到了萨尔斯堡了。哦，萨尔斯堡，萨尔斯堡我可从没去过。
德国了。是的，到德国了。德国来的电话说鼻子要再过去，他们就要宣战。你先解释一下吧，我去改变生产线。喂，哎，德国嘛，请你们别见怪，它不是普通的鼻子，是我们公主的鼻子。哎，真不幸，是有那么长。停止住签字，快住子弹，快改变生产流水线，不要签字，快住子弹，快点。不是友好访问，向贵国表示友好。嗯，Vom Chance Besuch。Ja, Paul. Ja, danke.来了三位东方大夫，快带进来。早上好，我们去巴黎大学讲课，路过这儿。听说公主生了种怪病啊，挺痛苦。是啊。我们的病当然不能保证治好，试试吧。你应该感兴趣。当然感兴趣，这孩子吃了那些奇怪的苹果，鼻子越长越长了。这倒是挺有意思的，像条水龙带，活像一条蛇，吃了几个苹果。是的。那咱们用梨来试试。咱们再来点阿拉姆基亚卢西嘎克。什么？这像胡椒面。
格？啊，他去布拉格了，那儿可是够你玩的。缩回来了，他回来了。哎，哪儿？布达佩斯的电话。喂，你说什么？要赔款？知道了，知道了。鼻子砸碎了他们的橱窗玻璃，就不见了。好极了。受不了了，捂着点孩子，马上就会好的。是王宫吗？我是边防站。有人敲门。进来，快进来。边防站停下了。他们在干什么？痒死我了！大概在对他进行搜查。好了，我的孩子，你的鼻子就快到家了，再也不会比别人的鼻子长了。我不许边防官再搜查了。行了，丽子。来，过来，挤奶，得在这药里，多加点胡椒，对，再多加点黑胡椒，来，再加点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说是黑胡椒，吃了，它就会打喷嚏，打很响的喷嚏，跟地动山摇似的，也有点像开大炮。别怕，吃了它。我们快走吧，艾德。是老板。真可怕！可不是，这药还挺灵的，大夫。不过能不能让鼻子再短一点？这恐怕不行。我重重有赏啊！还有，还外加许多礼品，你们瞧吧。能缩短几百公里，就不能再缩几厘米。别信他们。给他们上刑。上刑倒没什么，就怕
这鼻子还是短不了。只要是只要是王宫里没什么偷来的赃物就好办。偷来的赃物？可不是，病人住的地方，只要有一点脏物，这药就不能充分发挥效力。竟敢胡说我们这个高贵的王宫里藏着偷来的脏物！对，你们这儿准有脏物。这，给我滚出去，混蛋！别让他走，这儿是有脏物，是我们偷来的。交回去吧，爸爸，快交回去吧！我可不要这个长鼻子，我不要、啊。交回去，交回去！可施主又是谁呢？我们知道施主，给我们吧。国王陛下，不能交出去。这些东西比公主的鼻子要珍贵的多，公主会习惯的。再说就这样并不丑，想想巫婆吧，这要比巫婆好看多了。给他上刑，应该给你上大刑。你这个可恶的大臣，该死的！给他上刑！你们马上给这家伙上大刑！我要叫他一辈子活受罪。现在交出赃物还来得及。东西在这儿，请帮我治好这鼻子吧，拿去吧，帮我治好吧，求求你们了。嗯？嗯？真不能差这几厘米啊。这可跟神了。快走，伙计。我又要迷上他了。主人去哪儿？湖边，汉斯。我们去钓鱼。哦，不，往右走，我们还是去旅行。不，往左，汉斯。我要组织起一支大军，从西面进攻蒙特阿布，再从北面进攻另一个王国，一个接一个，全部占领，最后征服全世界。你怎么还想打仗啊？你这傻瓜，有了这个宝贝，什么都能办到，可以主宰一切，谁要反抗我就把他消灭掉。你你们别打了！用这个来对付谁？对付我们吗？谁反对我就对付谁。刀出鞘。
将领还来，还给我们，还来，放在这儿。我们给过你们礼物是吗？是的，我们给过你们礼物。那么我们干嘛要给你们礼物呢？我们是想让你们快活，所以才给你们礼物。知道我们干嘛要让你们快活吗？因为看见你们快活，我们也快活了。可你们让我们快活了吗？没有。你们想要征服全世界。你们动枪动刀，威胁别人。你们还要自己互相残杀。请问你们亲爱的朋友，你们给人们带来了欢笑了吗？啊，给孩子带来欢笑吗？啊，我们总算是有耐心的了。就是给了你们一次又一次的机会，一次又一次，一次又一次，一次一次又一次，希望你们能够学会使用它。可是怎么样呢？啊，没用，100万次机会也没用。人类真蠢，真愚蠢，人类真愚蠢。接着，aby se brečelo.